The Nine 谢可寅一分钟毛肚摆盘挑战，我45秒对，有信心吗？没有，敢不敢挑战一下？不敢。一分钟怎么样？我选择放弃，我做不到。那我要是做到了，有打赏吗？有，来吧。但是做不到怎么办？做不到我就把这份毛肚涮了吃了。涮了吃了。嗯。好了吗？来吧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小啊？哦吼，完了！哦吼，完了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些都是。对。哎呀，这毛肚都长得太丑了。还有30秒。完了，我要把这份毛肚吃了。还有10秒。哎，还有啥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粘好了。粘好了。挑战完成。这是我教的厨艺当中做的最烂的一个。可是我胜在数量多呀，顾客都喜欢这样的，对吧？抖音。